远程攻击，打665。安东看到有57级就有球，好慌。人家超厉害。我靠！远程攻击，其实慢慢打也可以通关65的。律师也不要理他。这次一堆攻击后降攻。攻击后灌风是最烦，最不喜欢这种关卡。攻击后降攻，只能拼秒杀跟反击。莉亚娜还好，可以驱散。可以驱散吗？攻击后降攻可以驱散吗？可以驱散的，是啊，那可以驱散才好，不可驱散就机车了。準備完了です。なになに？你这关打完应该就有了。準備完了です。よし。正面突破。準備完了です。え？もう私の番？了解。我保守一点。都不要往前冲。準備完了です。保守。何何？保守。我肯定打不死。好像保守不太行的。なになに？準備完了です。了解。無駄な抵抗はするな。了解。行くわよ。在水上扛一杯。后来还会有黄帝师，目前没看到。無駄な抵抗はするな。帝国只缺他。もう私の番？哦，水中龙虾 ，all in。了解。なになに？準備完了です。行くわよ。なになに？もう私の番？まだ終わらないよ。なになに？はい。よし、行くわよ。はい。人、思考、そして。なになに？どうだ。打到原值头盔好用吗？我觉得不怎么好用，个人觉得不怎么好用。
国跟战略相同的人物很多。对啊，这两个根本就是一个死。一颗呀！天一波。私強いんだから。哇，天一波没死。了解。战略缺蓝方特。要先放大，光想放大就砸了。五上龙虾硬呢、欸，五十八，防御才多少啊？五六四。準備完了です。さあ、決着をつけよう。了解。